今天气象局来发布着好大雾直播，其他南地区同款出现着日头，而且上强春雾报来报道，真侪花草植物无受到滋润灌溉，有淡薄仔连播。而面对这款的状况，负责着分的工作人员是相当的失落，非常期待哦，因为太久都没有下雨了，尤其从这个过年开始，一直到清明啊，人家说清明节时雨纷纷，结果清明的时候也没下雨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一波，结果这一波还是不如预期哦，现在是出大太阳都还没有下雨，那个植物已经好一阵子没，对，也没有浇到水，那也他们没有水的话，可能也都我们这个对环境绿化也造成影响，那没有水的话都有可能枯死，那希望这个老天爷赶快下一点雨，对。今日苗栗甲台中阁有彰化出现着好大雾的情形，真侪所在人士因讲雨伤过大，出现着淹水甲积水。今日警报范围内底，台南市煞出现日头，因有个讲春雨会再来着正大雨势，台南地区煞是无明显感受。民众讲是落无大，但是阁落无久。有下啦，可是哦，下那个十几分钟，地板都没有湿啊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啊，很期待下雨啊，最好是下多一点，下大一点，下久一点，当然下在水库里面会比较好啊。真侪民众讲，上强春雨无来，也是阁无落雨，真侪需要灌溉作物，也是水果真正受影响。缺水缺很多，所有的这些农业用水都很缺啊，大家农民每个都苦哈哈，因为没有水可以灌溉啊，哎呀，影响的层面蛮广的。是芒果啦，其实很多种作物都蛮需要水的啦。啊，大家都是因为没有水，所以所有的水果都会怎么讲，面临一些挑战。这个因为民生的缺水问题也很严重，那不然就是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，就是说用这个所谓的再生水，像我们这个有这个污水的处理厂，用这个再生水再利用，对，让这个民生也有用水啊，植物吼方面也可以都可以。这个叫得到水。在前的酸亚高龙表示说，有这个南西左顶跟南华一带酸亚的山期就要来到，那是不水脉说大料够好吃的酸亚，就连山量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。南天新闻台以下的南蔡宏报道。